演带给大家欣赏。那今天很感谢大家。那我们表演总共分成三段哦，我们第一段由我们两位四年级的妹妹哦来进行双人的表演。那第二段我们会由四位哥哥，四位哥哥由我们附小的学生还有毕业的学长们带来团体的表演，然后最后带来个人的表演。那四位哥哥还有。
起，后面稍微失误了哈。好，很好，那这是我们今天带来的四人团体的表演。那最后我说花莲真的是花东真的是。今天的表演啊，老实讲，凭我老实讲，我在底下我有点紧张，因为各位在抬头，我都还得戴墨镜，他们抛铃的时候面对阳光的刺眼，会接不到。其实他还有个拿手的哈，那个绳子啊，从这棵树到那棵树到这棵树那么长，一个长绳的抛接铃，那又不能在那边甩，这一甩下去，这场地都受限。所以今天拿出来的大概就是两人的。四人的小组来表演了，场地的上限制，所以表演的小朋友啊，不要受到影响啊，场地的关系，你们没有表演的不好，表演的非常好，大家说对不对？掌声一下，谢谢，非常谢谢啊！今天能够参加这个活动，我是军人子弟，眷村长大的孩子，对于这样的活动，我是一定的支持。几年前啊，我们绿色的说啊，
这扯铃是国外的东西，是中国的东西，要把他们踢出去。我就认为那是我们的民族，那就是应该要在学校里面去扎根。花莲现在没有几所学校在发展扯铃的活动。为什么政治要进到学校里来？如果讲到国外东西有太多的，西洋乐器也是国外的，是不是通通应该去掉，通通不要？我觉得学校让学校有机会发展学校的特色，经营学校有教育理念的东西给我们的孩子，各项各样的活动、各样的才艺、各样的学习都让孩子去尝试。你怎么知道在哪一块地里面哪一棵苗会发芽？你要给他们去尝试有任何的机会。所以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有这机会让孩子们在这里跟大家表演，也让他接受到大家的鼓励。谢谢大家，也祝福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真的，我们谢谢这个包校长带领的团队了哈，真的太厉害，太厉害。好，今天因为是在晚上的关系，所以小朋友表演手上拿的是灯铃，看起来更加璀璨漂亮。
他现在使用的是我们传统的响铃哦，就是它其实会有声响，这是我们今年表演特别指定要的英式的扯铃哦，英式的扯铃跟我们刚刚使用的欧式的扯铃有相当大的不同哦，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容易受伤，而且它的铃的掌握度没有那么高。他会做很多放棍的动作哦，就是去考验选手对铃跟棍的掌握度。其实都会抓得很精准。那我们通常看一个选手对铃跟棍的掌握度高不高，就是看他能不能一次就抓到位哦，就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蝴蝶变化动作。你看铃快掉了，可是他掌握得很好，不太会掉哦。然后接下来带来的是硬式扯铃的双铃动作。是绕脚双抛哦，那它的双铃动作变化就会相当的多，会有绕圈、缠圈的动作。哦，你看它的铃到处飞哦，非常的有趣和精彩。好，来掌声鼓励！我们上个礼拜花莲艺术空间节有找到扯铃的街头艺人来哦，那我们看过了之后，我们实际去看。说花莲的孩子哦，其实不输县外的选手哦。我们的成都其实也有办法做到街头艺人表演的等级哦。好，接下来是高难度的直立铃动作。直立铃动作算是他的招牌拿手绝技哦。你可以看看他怎么玩，把铃扯直之外，他怎么样做变化，把它抛起来抓接，然后铃在空中飞，甚至去勾它。用手夹扯铃，然后放棍缠身后，他几秒就可以做了五六个动作，非常的有趣哦。一个直升机的动作，好，完成。接下来要拿欧式的扯铃，然后来做难度系数比较高的三铃的动作。选手来说已经算是一个基本的水准哦，那不过基本的水准归基本水准，但是你要做的稳